你吓唬谁呢？放心，我早就移情别恋了。怕什么？他被扫地出门才过了几个月，真当他厉害啊？上，干什么？哼，金陵，我说金蝉，你要教训他，敢不敢先去问问韩光君？哼，我当是谁呢？金陵，你以前不是也很讨厌他的吗？这疯子骚扰脸方尊，你还给他说话？谁？脸方尊？星光影？哎呦，莫玄宇，莫玄宇，你对这些花花草草吃起来就罢了，干什么呀？他我不能动，你我还教训不了啊？有胆别叫狗。那狗？老子不叫仙子来，照样能把你们打趴下。揍他！左边！哎呀！还呆站着干什么？干嘛？回来吗？你想死吗？住！看好了！没看清？再来一次！心灵，学会了吗？坏了！你给我等着！要不要跟我多学几招？打架包赢，怎么样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小叔叔从来都是劝我，你居然还怂恿我，你是不是魏婴？你觉得呢？别再纠缠我小叔叔了。放心，我早就移情别恋了。是什么？马厩的大白，鱼塘的小金，还是我的仙子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大梵山上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说什么了？像韩光君这样的我就很喜欢。你韩光君，晚辈告辞。啊，这就跑了？还韩光君，你吓唬谁呢？放心，我早就移情别恋了。蓝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那个金陵这孩子老独来独往的，打个架都没人帮手，难道金光瑶就没个差不多大的儿子女儿跟他亲近呢？金光瑶曾有一子，为人所害，幼年夭折。啊，那可是金陵台的小少主，如何能为人所害？瞭望台。啊，当初那些反对修建瞭望台的家族杀的，那后来呢？被诛灭整族。